看我这样，还不把你拿下！ 小样，你逃不出老娘的手掌心。啊！我在干什么？哎呀，怎么样才能说服老板？说服老板？明白，明白。啊！谐音梗真是害死人啊！曲小鱼，你这次真的太夸张了，现在该怎么收场啊？ 事已至此，只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，拔腿就跑。对不起，苏总，您就当我不存在。 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呀？现在是什么？员工吹彩虹屁环节。您工作能力强，然后又有时间观念，又有钱，长得还帅。那如果我很忙，非常忙，非常非常非常忙，能接受吗？您忙是应该的，这有什么关系吗？ 你不介意？嗯，怎么会有员工嫌老板忙，老板越忙公司越大，开心还来不及呢。不过首先说明一点，我可不是什么好对象。明天开始我们正式约会。约会？明天前我们开始约会。什么？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？什么时候？第一次见面，你故意引起我的注意。我那是没忍住。然后跟踪我。 还当街？不是你别说了，我还游戏故意输给我，拿同事当借口接近我，搅局上帮我，现在还主动缠我到家里来。还好你遇到的是我，不然你很危险。我真的我有。好了，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不过要告诉你，我很忙，能坚持多久完全看你自己。你可以先回去了。喂？啊？我追你？ 我几时追你了？哼，要不是那破人设，而且怎么会有人谈恋爱也这么重？还是我的男神温柔。就算他觉得是我在追，也没必要答应啊。难道看上我了？说起来我还没跟人约过会呢。明天穿什么好啊？啊，不对不对，我在幻想什么？他一定是因为我老跟在他后边。 想了，不要再多想。 就当是去工作，像我这么没劲儿，他见到我聊两句就无聊了。到时候再把他家不想加班的信息告诉他。明天早上9:45，广场水池朝南50度，右边第二个井盖房等我，不要迟到。那个。 不好意思，本来我是要来接你的，但我现在要赶另一个会，一个小时后我来接你。
小鱼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还要赶下个行程，11:30，我们餐厅见。这是你要的果汁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小鱼，让你久等了。点东西了吗？接电话。喂，你好，我是素阳，稍等。其实我接个电话。我是素阳。不好意思啊，小鱼，可能我待会儿直接去开个会。其实不用这么勉强的。他的生活中怎么全是工作呀？哎，终于到了。这是他今天最后一个行程了吧？这次见到他，就把话一口气全说出来。什么约会，根本就是马拉松。这个混蛋怎么还没结束？小鱼，我事情没谈完，今天没时间约会了，明天再定时间吧。哎呀，是老板真的这样耍人了吗？哎呀，哪怕不约会，开会也得给个说法啊。没关系，那我先回去。凭什么我要忍气吞声？老板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都是自然人，我的人权呢？当霸总了不起吗？我也让你体验一下被霸凌的滋味。这个人设真的很霸总。这个人吃了真的会变成霸总吗？这次的bingo难度非常大，所以一切都要靠你们，轻声一点。你可以走，你跟我过来。那苏总，我先走了。我很不爽。谈生意要讲信用，谈恋爱也要讲信用。你连放我三次鸽子，一点表示都没有，你把我当什么？小鱼，苏总，你可能觉得你位高权重，时间比我宝贵那么一点，比我忙那么一点，可我告诉你，我也是超忙的，好吗？我每天早上起来要跟我男神说话，上午要给我的粉丝们画画，晚上我还要刷剧刷番，梦里我还……你也看到了，我的工作很多，他根本就推不开。你每天工作多少个小时？12、14？你是请不起助理，还是你热衷于此？用不着你管吧。假如生活全是工作，多没意思。没有工作我会焦虑，赶不上时间表我会头痛。你以为我想当这种工作狂吗？一个人如果不成功的话，所有事情都会离他远去。我就知道你也坚持不了多久，现在放弃还来得及。既然我们要发展关系，
你的工作就有我的一半。我可以帮你写文件、读报告、找秘书，你呢，就负责跟我约会、请我吃饭，感情 AA 制，很公平。对了，还有件事儿，自从你来了我们公司之后啊，公司氛围太差，你不下班，大家都不敢下班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准时下班，不要耽误大家享受生活。差不多，时间到了。是。吻你的时间刚刚好，今天的约会到此结束，拜拜，我的男朋友。